福利哦。作为童星出道的李弘基，不仅在韩国拥有超高的人气，就算在中国也同样圈粉无数。当天一身黑色装扮亮相的李弘基也是吸引了无数粉丝前来捧场，而李弘基也是一直报以微笑的一一签名握手，成功一扫此前小编对于泡菜国艺人难伺候的话印象哦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上海报道。顺势为粉丝谋取了不少好福利哦。作为童星出道的李弘基，不仅在韩国拥有超高的人气，就算在中国也同样圈粉无数。当天一身黑色装扮亮相的李弘基也是吸引了无数粉丝前来捧场，而李弘基也是一直报以微笑的一一签名握手，成功一扫此前小编对于泡菜国艺人难伺候的话印象哦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上海报道。